展后的展示专区。那我们这场舞台活动正式开始，我们要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先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。那因为我们要送一些小礼物给大家，在今年呢，我们特别准备了非常有喜气的红包袋，又让大家来沾沾福气，让大家成为数一数二的好运儿哦。因为在今天呢，我们有着很多礼物要送给各位，所以先请大家跟着我的这个 tempo 一起喊出我们的品牌，好不好？请问一下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你们现在所在的展示专区是哪一个品牌？福特。福特。很大声的话呢，我们就把红包袋送给他们。好，当然除了要知道我们是在福特之外，当然也要告诉大家，今年呢，我们能够带给大家一种纯美式的品牌精神。因为一直以来呢，我们在产品的开发上呢，是不断的自我挑战，并且呢创新突破。那在现场呢，我们也展示了一系列非常多元化的产品，让大家一同来享受一下呢我们的美式真实力。所以呢，看到我们后方很重要的五个字，考一下现场的各位，请问一下我们的品牌精神五个字叫做美式真实力。叫做美式真实力。有大声回答的就发个小红包给各位，好不好？美式真实力。那讲到呢我们的美式精神，大家的眼神可以向你左手边，这台非常帅气的我们的美式特警车，它是 Ford Explorer Police Interceptor in Utility。 它的美式特警车呢，是从我们的车体的环舱结构到我们的车身稳定、刹车系统，还有我们的轮胎配置，全部都是透过我们美国警方多项的测试，而且同时呢，也有在我们美国的街道上呢来执勤认证过的执法利器。考一个男的好了，看大家有没有很聪明。那我们同时要送一个很棒的礼物，就是我们的桌历，好吧？这是我们今年特别为大家准备2020的桌历。刚刚讲到了我们的美式特警车，前面的名字叫做 Ford Explorer Police， 对不对？所以请问一下，它是由我们 Ford 哪一款美式霸气的 SUV 车款进行改装呢？我刚刚已经有讲到，它叫做 Ford Explorer Police， OK？ 所以我数到三，知道答案的朋友帮我举手喊 Ford 的 ，OK 吗？一二三。哦，哎呦，这个第一个喊出来的，请问是由哪一台车所改装的呢？还有后面的 Explorer， 你怎么只回答我 Ford 的？答案是 Explorer， 对不对？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我是很棒的小帮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除了这一台之外呢，其实在我们今天现场还有另外一台。